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我这个肚子啊，哎，每天都要吃一顿去油腻的，比如杂粮粥、燕麦、水煮菜等等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最近啊，就一直在吃这个杂粮粥，有七种口味，一粥都不带重样的，每一种呢都是独立包装，刚好一顿的量，直接洗一洗，加水熬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用料啊都是纯天然的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、添加剂。健康营养又卫生，现在下单啊，不到20就能搞定一周的伙食，还能去油腻，就问你们香不香？春季孩子正长个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喝这碗蘑菇裙带菜牛肉汤，营养又鲜美。首先牛肉切成片，用刀背把牛肉的纤维敲断，这样会更嫩，而且不塞牙。然后准备裙带菜，用冷水泡发，一点就能泡出很多很多。锅中放麻油，爆香蒜末，放2块钱的牛肉，炒至牛肉变色。再放裙带菜和蘑菇，翻炒几下，加入开水锁住牛肉的营养，煮3分钟，加点生抽调味即可。然后厚着脸皮找你们要个爱心，谢谢。